今天吃哪呀？今天啊，我带你去吃铁锅炖鱼。我们两人点的是套餐260，团购价98，还不错。套餐都有什么呢？有土豆、茄子、白菜、豆腐。白菜豆腐在这个白菜的下边呢，哈。就是一条鱼，对，2斤的是吧？对，炖多久？炖20分钟就好。20分钟啊，这么快？2斤的鱼，俩人吃。回鱼，这个辣不辣？江鲜口味的。鱼炖个差不多，还有贴饼子呢。其实贴饼子好吃哈。对呀。4个饼，开锅喽！哇，红红火火呀！有没有忌口的？没忌口。这我们这两个人的套餐都有哪些东西啊？啊，有2斤的回鱼。配菜里面有白菜、豆腐、茄子、土豆。凉菜有个芹菜、花生。一份就给你分成两盘哈。还有2瓶可乐，4个贴饼子。这个套餐多少钱？98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尝一尝。好，我给你来块鱼吧，年年有余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胖胖嘟嘟的，看着还不错，味道挺足的。嗯，哎，大哥，您这吃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挺好。还可以，俩人觉得够吃吗？应该够了。够了哈。对，团购不到100，就说100吧。吃着感觉怎么样啊？可以，挺好。嗯，您家是就在附近？对，那还挺方便的。好，吃完了，最后总结一下啊。他们家是铁锅炖鱼，铁锅炖鱼是他家的一大特色，鱼非常的鲜嫩，我刚才去冰箱里看了，都是张着嘴儿弄活的，说是早上送来的。其次呢，他的配菜也很好，正好够两个人吃，基本上都能吃得饱。另外他的贴饼子非常好吃，可以试一试，附近的朋友来看看吧。